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weekly Taiji lectures from the European Taiji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enter. The European Taiji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enter is a global network platform and provides the gateway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ncluding Taiji philosoph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inology. We have invited worldwide well-known grandmasters in these fields to give public lectures. We hope more and more people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and enjoy the beau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y name is Tong Xinmei from Germany. Greetings from Munich. Now, today it's again time for Yang style 8-5 form Taijiquan. In the last lecture, we have learned the form 11 to 20 of Yang style 8-5 form Taijiquan. Today, we will continue learning the form 21 to 29 with Master Zhao Youbin. Before the lecture begins, I would like to briefly introduce our master, Zhao Youbin, to our newcomers a little bit. Master Zhao Youbin is the head of the Zhaobin family among the top 10 manager families of Taijiquan, published by the World Taijiquan Network, the main editor of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Duan Rank System series tutorial, Yang Style Taijiquan, the inheritor of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ang's Taijiquan, and the ace dua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He has been practicing Taijiquan with his father, Zhao Bin, since the age of 7. Master Zhao Youbin began teaching Guangfu Taijiquan at the age of 16 and has traveled throughout China and more than 20 countries with disciples and students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s lecture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eaching demonstrating forms. The second part is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write your questions or comments in the chat box anytime during the lecture. Of course, you can also raise the questions in Chinese. Now, let's learn the form 21 to 29 together. Please enjoy learning. Next, the动作与前面的索搂西奥不同，注意身随垮走，身无扭，弓步时，膝跟在脚，裆撑开。
接上式，身体右转，再左转，右脚跟进半步下落，重心后移，左脚随之提起向前半步下落，呈左虚步式。同时，右掌外旋，屈肘回收，左掌前摆，屈臂回收，随后右掌随上部向前下方下沉，高与膝平，掌心向左，掌指斜向下，左掌平抹下按于左膝侧，掌心向下，指向前，目视前下方。接上式，身体上起，左脚提起向前上步，屈膝前弓呈左弓步式，同时右掌内旋上抬，屈臂架于头部右侧上方，略高于头，掌心向外，掌指斜向左，左掌上抬，先合与右腕处，随上步向体前推掌，腕与肩平，掌心向前，指向上，目视左掌前方。上式，重心不变，身体右转，左脚尖内扣，随后右脚提起向前上步，重心右移，呈右弓步式，同时右掌变拳，随转体横落于腹前，左掌随势移于体前上方，随后右拳经左臂内侧弧形向前摆出，拳心向上，左掌落于胸前，掌心向下，接着随弓步右拳回抽于右腰侧，拳心向上，左掌随之前推，掌心向前，指向上，高与鼻齐，目视前方。上式，重心左移，体左转，同时右拳内旋向前挤出，拳心向下，左掌外旋经右拳下收于腹前，呈坐步式，接着重心全部移于左腿，右腿提起再向右斜方上步，随之重心前移，左脚向前上步，重心前移呈左弓步式，同时右拳屈臂回收，左掌屈臂合于右腕，随后右拳外旋，右摆收于腰间，左掌随上步向前推出，右拳随上步向体前击出，高与胸口平，
拳心向左，拳眼向上，左掌曲臂收于右臂里侧，掌心向右，指向上，目视前方。接上式，身体微左转，左脚尖外摆，同时左手臂外旋，平衡于胸前，右手变掌微下落，掌心朝下，接着右脚提起虚旋，同时左掌臂内旋，掌心朝下，右掌臂外旋，与左手略成抱球式，接着右腿迈出，两臂捧出，成右捧式。接下来的捋、挤、按式与前面的揽雀尾动作同，注意重心的前后转换均以腰胯为轴，而手脚相随。接上式，接下来的动作与第四式单边同，注意两臂左右圆转时动作要圆顺，单边适定时要做到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接上式，左腿重心不变，脚尖内扣向正前方，身体微右转，同时左掌微内收，右吊手变掌下落至右胯前，
起右腿，身体微左转，左掌左移，红肩高，右掌筋腹前，弧形移至左手内侧，掌心向内，目视左侧，上动不停，右脚下落于左脚旁一脚许，身体转为正前方，呈半蹲式，同时右掌顺时针移于脸前右侧，掌心向内，左掌逆时针移于腹前，掌心朝里下，上动不停，重心右移，身体右转，左腿微提，同时右掌仍顺时针臂内旋，向右侧展出，掌心朝前下，左掌仍逆时针颈腹前，弧形移至右肘内侧，掌心向内，目视右侧，接着左脚向左横跨一步落下，重心移于两腿，略成马步式，同时左掌逆时针移于脸前左侧，掌心向内，右掌顺时针移于腹前，掌心朝里下，上动不停，重心左移，起右腿，身体微左转，左掌仍逆时针臂内旋，向左侧展出，高与肩齐，右掌仍顺时针颈腹前，弧形移至左肘内侧，掌心向内，目视左侧，云手共连续做五个，动作相同，左腿每横上一步是一个云手，最后一个左腿上步与单边相连。接上式，右脚下落于左脚里侧，脚尖微内扣，重心右移，左脚提起，向前上步，呈左弓步式，同时右手微上蓬，在内旋，向右斜方平伸，扁吊手，高与肩平，左手仍逆时针在体前滑一立圆，再随弓步向前推出，掌心朝前，五指向上，高与鼻齐，眼随左手前视。
现在就学习到这里。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回问答环节，的时间，就是上次我们要结束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是关于那个赵亮好，赵老师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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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谢谢你的那个教学视频，非常非常好，看你的谢实谢，谢谢，在是行云流水，刚柔并济，特别舒服。对，谢谢。好，那我们现上一节课讲的是，提的问题是悼念猴。在对他悼念猴具体呢，他当时是讲说悼念猴。劈手时腰要动吗？腰要转吗？可能需要再讲更多一点哈。那谢谢。这悼念猴啊，这个悼念猴呀，它是左右悼念猴，就是有左的，有右边的，这个是每一个悼念猴是一个单式啊，就是比如说左悼念猴，从那个提手伤势开始，提手伤势开始，从提手伤势开始做悼念猴，展开两臂收回来再推出去。就这么一个动作，这个算是一个悼念猴。那么重复的到左右悼念猴呢，它是一种训练，是左右式的一个对称性的训练，一个功力的训练。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先要把每一个悼念猴，要做清楚，每一招要做清楚。比如说我们是从肘底看锤开始的，从手法上来讲。他要就分三动，就是悼念猴呀，每一个动作分三个节点完成。一是展开，展开双臂，展开双臂啊，对，这样展开双臂。二呢是收手啊，收手。三呢是推掌啊。那么在这个展开双臂的时候呢，是叫提膝展臂。第二个呢就是。撤步，收手，收右手，左手下沉，向后坐的时候呢，就是坐步推掌，坐步推掌，就分了三动。那么接下来也是又到念猴年，一展开提膝展臂，二呢是撤步收手，二是撤步收手，三是坐步坐步推掌，就是左右都是单招，把单招。就每一个动作做清楚，要分三动来完成，这是第一点，做悼念猴啊。那么，这个他这个腿是怎么走的？这个前腿是要提膝勾脚脖子啊。这个动作不知道好不好，在这示范，好像不太好弄。我看看这样啊，好一点，他是就是悼念猴这个，提膝，膝盖要提起来，这是个顶劲，从肘底看锤向后坐，这个前面提膝啊，提膝第一步提膝，脚脖子呢，是脚脖子要勾，脚脖子要勾，是这样子的，这提膝勾脚，这是第一步，就展臂提膝勾脚，第二步的话是撤步。这个撤步怎么撤呢？就是比如左腿撤，是脚后跟往后撤，不是脚尖往后伸。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就是脚后跟往后撤，脚掌在前，是先落脚掌后落脚跟。有的呢容易提膝呢，就直接把这个腿提起来往后伸了，没有顶的这个概念，这个是不对的。前期要提起来要顶一个顶劲，然后脚脖子呢。要往后撤，是绷着脚腕，轻轻的绷着脚腕，不要把脚尖往后戳着撤步。落地的时候呢，是后腿先落脚跟，先落脚掌，然后脚的外缘渐次落下，这个整个，然后呢是重心往后坐，坐步特别要注意坐步，坐步呢也是虚步啊，前脚是不抬起来的。前脚尖是不抬起来的，用前脚尖一定要压住地啊！前脚尖要压住地。你看这个，
能不能看到？张老师，你可能退一点，对，退一点就能看到你的脚，啊，如果能，那退，我退一下。你那个谁，你把这个手机拿一下呗，像这样子。你到后边去。这对着我镜头是对着我的脚，对，这样子，哎，对，你看这是足底看腿，提膝，你看提膝，提起来，哎，提起来，勾脚，脚脖子往后勾，就是这个前脚呢，不要脚尖往后戳，就是脚尖呀，再往低一点，再低一点，对，脚尖呀，不要向后戳着走。是脚跟啊，脚后跟后撤着走，绷着脚腕，然后脚的外缘落地。那坐步呢？坐步，脚尖是不能翘的。我特别要说的是这一点，就大脚猴做完以后，它不可以做成这样子，或者是滑过去了，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把这个坐步再低一点，这个坐步要坐实它，就是后腿。膝关节要对脚尖，胯要收，做到90就行了，不要前部做到后边，前脚往这挺直的，这样是不行的。前面还要有力，这个力呢有1成，后边有90，它是个坐骨，是这个前手是往前推的，稍微扬起来一点，扬起来，对，扬起来，前掌是往前推的，你看大家看。如果他这样做，这个手是没有力的，一定要重心往前稍微一点，纠正下后腿，后脚的力量要灌到前掌上去，眼睛往前看，左手在腰间，这是个定式，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那么再往下做的时候，再重心全部移向左腿，然后提膝，勾脚。像这样子走，这个要强调就是，这个动作不可以一滑而走过去了，要把每一个姿势要做清楚，我强调的是这个腿法上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个要点，不是这样说可以吗？他们说，等会儿我看看，他们刚才讲说很好，都把讲得非常仔细。提膝，而且总结了一下三个节点：提膝、展臂、侧步收手。对，然然后后他，坐步推掌，坐步推掌，对，坐步推掌，特别是好。那个坐步不能全我部坐在后腿再上，看看下九成面就够的，了。好像还有很多，我看看问题，我看是不是，对，然后呢，他紧接，对，他就，然后，对，展开双臂的话，他问，提膝展臂后要转腰吗？紧接着。要把向右转腰，向右，随着重心的后移，腰，你比如说从肘底看髓开始，重心一边后移，随着右臂的向右上方展开，腰身是随之而向右转的。那我现在接着再看，下面的海一底页，针。对，下面对，说海底针定式，两胯还。是不是应该平的，还是一前一后？海底针定的，我认为是，实际上是平的啊，这个不是向右扭的，实际上平的。这为什么呢？因为平的单不是绝对，因为你左腿是有向前半步，脚尖落地了，这个应当是左腿在前，右腿在后，那么这个后胯呢？是很自然的有一个前后，但不能够特意的是想扭胯，或者特意的把这个左胯往后收，或者右胯在后，左胯在前，不是特意的，它是随着这个骨骼
左腿的放松自然落地以后，从两个胯这个地方折身下去的，整个折身下去的，所以两个胯基本上是平的，应当是这种这样做是对的，两个胯基本上是平的啊，应当是平的，而且后腿是不能蹲下去的，是坐在大腿上的，这个概念，这个虚部呀。虚部海底人这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重心全部放在后腿上了，右腿上了，应当是随着左脚落下去以后，重心也要往前稍微移上一寸左右啊，是坐骨呀，说是右腿的右胯的关节处得到松弛的一种状态，灵活的状态，而且还要稳，是不是向下蹲的啊，就随着左脚向下落，身体往下蹲，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还是要保持你原来的这种高度啊，落脚然后松推松胯就可以了，从腰胯这个地方折身45度下去就可以了。对胯来说的话，身体是平的，从背部来看，应当是背部啊，整个是不是扭的，是正的。折身下去，不知道这样清楚不清楚？这个你要把你来把这个再拿一下，拿一下，我们示范一下来。照我的胯腿下边，再低一点，这个你看啊。这是海底针，到这里，你再往后一点，再往后，对，再低一点，这个抬起来以后，你抬起来以后，胯落下，脚落下去以后，这个胯，你看，轻轻向左一旋，使身体朝正前方，这个地方是不要方向扭，或者像这样扭，还是平的，由这个节点。由着胯这个节点整体折身下去，要切记不可以像这样做，这样蹲下去，这样做是错误的，实际上是没有力的，但是落脚以后就坠松坠下去，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折身下去，重心同时呢稍微往前移一点啊，不是这样子蹲下去，蹲这样做是不对的。好，那我们看一下，非常好，然后我现在看一下还有，这个其实赵老师前面已经讲了，有人问侧部，就是讲那个倒脸猴的时候，用脚跟儿，这个问题前面赵老师已经讲过了，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说，十字手每动的节点应该怎么把握，吸力。再说什么度？十字手每动的节点应该怎么把握？吸练的时候经常手脚不同步。他说他，你再说一遍。他说十字手，就是做十字手的时候，这个，他说每动的节点，啊，每动的节点怎么把握？对，对对对，好，来过来。这是暗示啊，这是暗示。再往下把腿照，对，这是暗示。转身，先转身啊，随着转身呢，这个左脚往脚左那个脚再往低一点啊，随着转身，左脚就扣进来了啊，在这里。这个时候再往上扬着，两个手啊内旋是掌心朝外啊，一边转身一边扣脚到正前方。啊，再往脚下，再脚下走。哎，这个时候呢，右脚是不动的，这是第一个节点。第一个节点。我再示范一下啊，来大家看啊，转体，扣脚，两手圆展到上面，两手保持相等的距离。右脚不动。接下来，随着重心的左移，
两手翻十度，我天，这是180度平掌，往里收30度左右，重心左移，两手旋转，哎，这时候可以抬脚了，起脚，两手一跨平，接着落脚，这个时候尾闾下沉，卷腰没有站起来，还是屈蹲在这里。 两手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节点，没有站起来，继续落腰胯是沉住的，坐在了这里的。然后怎么办呢？刚才不是说了，两手合的时候要卷腰，要卷起来。那么随着卷腰的大拇指朝上翻，这个时候开始蹬腿，沉肩横手，哎，随着两手腿的站立，右手两个手从腹部这里。 渐渐的声带锁骨前，锁骨前，腕和腕相交，十字手就完成了。啊，整个手的圆转，第一个节点在这里，第二个节点在腰两侧，第三个节点在腹前，第四个节点在锁骨前。我再演示一遍啊，你，要说第一点点，一，第一个节点在这里。 二第二个节点在这里，三落脚，重心中间移，两手合，做胯，卷腰，这是一二三第三个，第四个站立，横手，这四个节点，清楚吧？哎。OK，赵老师讲得很好。 我看见有一个 India 的人，我只是给他讲一下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啊，不做那么多翻译。I just want to translate the question. What Master Zhao Youbin answered is about the crossing hands, how to do it. I see you have follow it and do the movements very good. OK, 好，我们下面继续。 Now we go to the next question. 下面一个问题是进步，看看啊，没有，对，下面一个问题是，请老师讲一下进步搬难锤，请赵老师讲一下进步搬难锤。 The question is stepping forward to deflect from parry punch. 我先演示一下啊，一二三四，这个做起来也是，比较，说起来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我先就动作的一，二三这个程序给大家演示一下，一边说一下啊。Alice, we will demonstrate the procedure, the steps. 再稍微低一点点，对啊，露起腰部，第一动。 重心背后移，左胯沉住脚跟，胯坐骨与右左脚跟是那个轴线，摆脚尖，同时注意前移，赵老师，他问的进步搬难锤，啊，进步搬难锤，进步搬难锤，偏那个啥，上弓背撇身锤，对，到这里是吧？ 重心后移，左脚跟轻轻内收，右脚尖轻轻内扣，形成两个脚势的川字步，平行的啊。左手的第一动，重心后移收左脚跟后脚尖，同时左手呢掌心翻朝上，右手怎么样呢？ 右手出击，直接出击。他这个动作呢，从胯上走进，大家注意看，悬胯，一踩一打，啊，这个腰间的拳直接冲上拳，往前冲击，通过左手上出去，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
重心全部坐向左腿，左手圆展，右手屈回，啊，第二步，啊，第三步，上步合手，然后右脚叫朝外摆，右臂要悬着出去，左手再附在手腕上，接着上步推掌，啊，上步推掌，左手要按住，不要收回来，左手不要收回来，不要这样收回来，按住对方，悬胯蹬后腿蹬前腿，右拳旋转打出，进步半蓝锤，要点就是悬胯，从这里悬胯，悬胯，带动了两脚和两手运动，左脚跟收，左脚跟要收一下，右脚尖也要收一下，右拳出击，然后左手圆转，右手屈回，屈回，然后上步合手，然后旋腕推掌打拳就可以了，这样清楚吗？你一个方向做，不要来回的倒方向。他问的主要就是进步半蓝拳的如何进步这个问题，啊，这个进步呢就是悬胯，收脚跟，重心后移，收脚右脚尖，两手向左圆锤，右手收回来，然后上步合手，摆脚悬腕，进步推掌。是弓步击拳，这个节奏就是这样的节奏。Okay, Master Zhao just demonstrated how to do the stepping forward to reflect a punch, and the key point is the rotate the hip. That's the key point. Okay.刚才对我刚才跟那个，下面，对，刚才有拳友说，前面你，赵老师回答的问题，回答的非常好，他们都明白了，说辛苦您了，好，谢谢，OK，so，现在好像没有新的问题 ，just ask。行，以后有机会再，下次有问题咱们再回答。OK， 好，那谢谢赵老师哈，回答非常好。好，谢谢。Master Zhao for your wonderful lecture and for your questions. And today, it's time to close. Now, okay, we.Just say goodbye to you.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lecture. 啊，希望，我们很期待下一次课。非常感谢。好。Thanks. Okay. Thanks. 谢谢大家啊。Okay. 好，那再见，拜拜。拜拜。